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顺。这个就是上一回我做的铁巨人塔啦。铁人塔果然有效哦。而且收获也蛮不错的，只要有时间就可以挂机，那么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铁了。今天该出去探探险了。さあ、行くぞ。好的，该出门探探险了。好久没有出去探险了，今天呢，出去探个险，看看能够不能够找到废弃矿坑之类的。行くぞ。怕你。哦，这个方向。冒失洞窟的东西应该看一看，这里又很像废弃矿坑的感觉。さあ、行くぞ。
神怪状呢。蜘蛛的神怪状。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过幸运，找到的废弃矿坑好大哦，到现在还没逛完啊，真的是好大的面积啊！哇，本以为废弃矿坑应该是很小，结果没想到真的好大哦。所以为了方便进出跟来回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曹哥教的。在现实只要拿到这个位置，然后除以8就是地狱的位置。那么呢，我已经把那个位置给算出来，也做了一个地狱门在这里，可以直通那个废弃矿坑，方便来回啊。那里面真的好多好多，哎，很吵啊你们。哎，这废弃矿坑真的很大，很多东西可以挖哦。大概是这样，然后这一个地狱门就可以让我来回现实地狱矿坑跟家里。看，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个订阅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